他们一般呢，因为油田的工作环境不是挺恶劣的吗？他一般都是戈壁啊、荒漠这样的，他都是工作半年休息半年，但是拿工资是拿全的。现在的工资大概在2000块钱左右吧。但是它是明代的，就是到现在的有600多年。我们看到车前面的这个矮矮的，这个是西北的长城啊。过了这个长城口，在明代来讲，我们就从塞外回到中原了。这个啊，这个就是西北的长城。它这条路开过的时候，对，对对对，这修这条路的时候呢，把它中间呢就截断了。有没有保留那个地基啊？保留那个城墙的墙。有3米左右，远远的看起来挺矮的啊。很多人看了这里的长城，都会说这个这么矮的长城能起什么防御作用啊，是吧？但是我们都知道，以前这个部队里，精锐部队是骑兵啊，长城它最主要的防御对象是马匹，3米高，马不可能一下就窜过来吧。他对这个步兵的防御能力的确不是很强，但是他最主要的是防御骑兵的。他在讲这个骆驼好白呀。骆驼。王爷都到了，王爷得去打了。吧，其实呢，这个概念是错误的，因为从这个建造年代上来讲啊，嘉峪关呢，它呢要比1955年建的嘛，是1372年，它在建造年代上来讲呢，是要比这个山海关要早的。而且如果咱们有去过山海关的，一个看到山海关它的面积并不是很大，那么嘉峪关呢是这个长城沿线的保存最完好、规模最大的一个城池。不，咱们的行程也挺有意思的。昨天咱们不是去了这个阳关吗？是汉代的海关，然后今天我们到了这个嘉峪关啊，它又是明代的海关了。它比较新嘛，就是规划呀、城市建设各方面的，相对敦煌来讲啊，比较好一些。这个地方以前是属于酒泉市的，那么酒泉市呢，离这里是25公里，因为它有这个钢厂啊，钢铁公司专门建的这个城市。而且呢，它在我们甘肃省的地位呢，也非常的不一般呢。酒泉呢是属于酒泉地区嘛，像敦煌都是归酒泉市管的。那么嘉峪关市呢，它是甘肃。钢铁公司好一点了，因为钢铁公司毕竟100多公里。有它的电池矿区。就在这附近的，不是很远。按摩，按摩，按摩啊！擦皮鞋，这里干嘛？擦皮鞋。现在呢，我们到这个嘉峪关市的市中心了，然后车一拐呢，就到这个嘉峪关宾馆了。嘉峪关宾馆呢是这个嘉峪关市的国宾馆，是最好的一家酒店。国宾馆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就到了呗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还没有呢。九缸雄关没有阳台吗？啊，阳台我们没有出去看看，不晓得。八点八点半，八点半，八点半。
不会说有时候啊，因为我家有三个 AB 型的，但是三个人都不一样啊。可是有人说 AB 型男生，对，不会啊，很多 AB 型会随和，他自认表面很随和，表面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内心他已经爱对爱因斯坦是 A B C。对啊。OK。哎，你别看，一定要行，别好，别好，别好。哎，那你又好，你就慢慢的走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你跑步一开始跑就糟糕了。Eating places.翠玲，烤鱿鱼。等一下再吃好了。Hello, 市场。叫你妹呢，是你妈妈。来，这个老公对，咱家也上，咱爸爸的事。因为别那么热闹。对啊，我叫花鸡，飞到吃到里面了。对呀、啊，就好多了，最后把那个就包夹起来，鸡就露出来了。叫花鸡啊，这个膝盖鸡，膝盖鸡，叫花鸡，膝盖鸡是叫花鸡，叫花鸡，一样的。我叫花鸡，什么米啊？像这样，像这样，而且还要冷，还要冷，还要冷。没有东西呢，没有东西了。Hello, Jose。这像我们的那个，那个猪肉。猪肉吃吗？猪肉是猪肉吗？哎，大肉。大肉是蹄膀吗？每个一个就是蹄膀的样子。蹄膀的样子。这个是猪肉吗？猪肉，真漂亮，真漂亮，一片一片的。多的就是皮狗，把它夹死了。夹死了。皮条要不要？哇，你看我一个，缓过一下吧。你还凶人家，能给他看？他就看着我，你在这儿坐着，看你这个呀。我就看天，不是。哎呀，我站在这儿干，我这儿怕了。非常非常善良啊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！那个是烤馒头，没关系啊。烤羊肉啊？没有，那你看看吧，馒头也在烤啊，切。小王不见了，在那边了。不要了。不要烤太干了。我可告诉你，鱿鱼我可一个都没吃。那各种佐料。你看放了那么多佐料，辣椒辣椒，好了，吃你的鱼。来，没辣椒的够了。没酱啊？没辣椒。没辣椒的。我这个是非要装，一人拿一个就。对。
那个就是那个汤面，面片，那个面片啊，面片。有情有缘有味，主要是吗？去没有吃啊？给我们两个面了，这个呢？三轮车。Chai Guan Bin Guan, this is where we're staying for the night.他是什么？都是什么？青年。